里，我希望可以创建高中的第一个社团。It's show time！ 今天我想在这里把这首歌唱给你听。我的志向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电子音乐制作人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把古筝和电子音乐更好的结合。我呢，是一位热爱体育的美男子，美男子，美男子。对对对，你们不要笑，不要笑。他看我的体格，然后是肌肉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搞音乐的。